来，大伙儿。来，胡老师。嘿，你们哥俩真会挑食号啊！周刚熟，您就到了。谢谢。夏夏呢？啊，他在师傅那儿了，不用管他。对了，这是夏夏从上海带回来的特产啊，从网上订就行了，专门带回来多沉啊。边烤边吃啊，吃点，大伙儿。来，都熟了，都熟了啊！别先吃这里边的。 你别弄得到处都是。开趴就开趴的气氛。谁买的花呀？我。有品位。哎，一会儿我的原创歌曲《寂寞的男人》也给你们安排上。原创歌曲与朋友喝酒，最配了。哦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同志。 哎，大杯子，哎，叫啥酒？弟弟，来，弟弟不能喝。走了。哎，干一个。哎，等会儿呢。干杯之前呢，我们先说一点祝酒词。从我开始，祝在座的各位啊，身体健康，平安幸福，好吧？好。嗯，祝我们友谊长存。祝天天开心。哎。 长风破浪会有时，哎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祝我们全都能发大财，哎，心想事成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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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。哇，全场最佳，好，再奖励一杯。啊，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。哇，香槟怎么那么便宜啊？咋了？空着了。<笑> 回来了，给您带的礼物，师傅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不去上海打工了，我还得多练练，多学学。 师傅，你听见了吗？我耳朵没聋。哎哎哎！这干什么呀？师傅，您不老嫌我眼里没活吗？我。 干点活，行，你说你抬抬脚。哎，行行，你滚！师傅，您再替我两脚出出气，师傅，来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我以后都听您的，我也不玩游戏了，我也不直播了，你还要我吗？ 你一口一个师傅，一口一个师傅的，我说什么了？你呀，别一天到晚的就知道装个样子，没勤快两天就又想东想西的。收收心。好嘞，师傅。吓我一跳，去去去去，该干嘛干嘛去。走。师傅，您吃蝴蝶酥吗？我不吃。您知道什么是蝴蝶酥吗？不知道。 上海特产的，哎呀，我不吃啊！你这，这好吃。哎哎哎，干嘛？
哎呀，我这，您尝一口，尝一口，哎，好吃吗？不要不要。高中时候给女同学写情书，结果呢，他告诉老师了，啊，告我骚扰他学习。这老师就是我们班主任，这班主任呢是我们语文老师，他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就给读出来了，说我用词匮乏啊，语法错误，对待感情啊太肤浅。啊，肯定是老家长啊。找了，我爸过去了，但是我爸都不拿这当回事儿。因为从小我就闯祸，啊，他呢就提醒了我一点，说，以后啊，你再想写情书，你得先有自信，有把握，要不然，那丢人的是你自己。老爷子也有经验。来，这说起糗事呢，哎，我说一个啊，话说高中时期啊，我有一段时间奋发图强，天天刷卷子。有一节课间，我猛地往起一站，痔疮破了。到现在，我也忘不了我那同桌女生看我的眼神。本来人家是挺喜欢我的。哎，你们都没有我绝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有一次上完厕所，裙子塞在内裤里没拽出来。就这样露着屁股从厕所一路走回了教室，他们都没人告诉你啊？他们光顾着看了，我还以为他们觉得我漂亮呢，心里可开心了。啊，那你后来没转学吗？没有。嗯，没人嘲笑你吗？肯定有啊，当时好多人去我们班门口看呢，然后我就硬撑，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要不然能怎么办呢？那后来，再后来呢？嗯，后来不记得了，慢慢的就忘了。其实啊，这就是聚光灯效应，你总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你，其实根本没有人在意。这再轰动的事儿，过几天也就忘了。嗯，每天发生那么多事儿，你能记住几天？是。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啊，你就明白了。这个人生之中啊，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糗事，那就太开心了。哥哥我呀，在大学的时候喜欢上了音乐，玩起了乐队。毕业了以后呢，也不好好找工作，就一心的搞乐队。结果给我爸气的脑中风了。现在呢，一条腿走路也走不利落。后悔啊，没脸回去呀。是啊，还有很多人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。知不知道你小春姐这大学生是你哥供起来了？知道啊，那宝平是唠叨的，全中国都知道。嗯，全中国都知道，我们怎么不知道啊？啊？当时家里太穷了，没钱交得起学费，我阿妈呢就挨家挨户的借钱。我当时就想，算了，不念了。嗯，早点出去打工赚钱。因为家里有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嘛，无论是什么学习啊、吃饭啊，都得靠阿妈一个人。我觉得她挺辛苦的。大哥，喝茶。嗯。小春，啊，你阿妈给我打电话说，你不想读书了，想去打工。那个，
红红姐说他们制衣厂招工，我去了以后可以先剪线头。那你还想读书吗？这不是我想不想读的事儿，我们家就是这么一个条件，什么事儿都要靠着我阿妈一个人。无论如何，这个书我是读不下去了。除了这些，你跟大哥我说句实话，你到底还想不想读书？宝冰神，我虽然刚刚开始工作，工资不高，但供小春的学费还是负担得起的。小春年纪还小，书还是要读的。小春，书没有白读的，知识是通往世界的桥梁。当时大哥是特意从北京跑过来的，他跟我说，书没有白读的，知识是通往世界的桥梁。原话啊！换一个话题，换一个话题。谢总这个人啊，你要是当面骂他，他皮糙肉厚，一点事都没有。但是你要是当面夸他，那你还不如骂他呢。嗯，我准备成立一个谢之遥全球粉丝后援会，我当会长。那我当副会长啊。不是，你俩怎么还起劲了？哎，入会要交钱吗？绝对不收啊，偶像还可以陪着吃饭。哎呀，那我加入，加入啊。加入啊。那好。嗯，马爷，这茶好喝啊，有品味。唯一的就是啊，容易走肾。嗯，干嘛去？上厕所？怎么你也跟着？我先去，我先去。你喝这么多茶，小心晚上睡不着觉。咖啡和茶对我都不起作用，之前熬夜啊，为了提神喝太多了。那你小心啊，晚上起来上厕所。我说我们酒店前台的憋尿亚军，冠军是一个22岁小姑娘。你们还比这个？比着玩嘛。这有什么好比的？哎，苦中作乐。哎，嗯，你小阿远都快回去了，那小秘密到底是谁说出去的？真成乌头案了。你想知道？嗯。耳朵凑过来。凑近点。还忤逆死，不就上课闹肚子拉裤子里了吗？谢志阳，你再提，你再提，我立刻去死。那就把高中读完了再去死。阿远说不去上学。原来是他拉裤子了，嘘，我们快走。谁寻小坏蛋啊？那段时间啊，小可爱动不动就拉肚子，我还奇怪呢。说什么秘密呢？就不告诉你。